我叫潇洒，是这个车上勤勤恳恳、任劳任怨的列车员。我在江湖上有一个称号，最强右手。单身多久了？低调低调。你这只手相当低调。可以比耶吗？哇，你可以抠鼻子吗？潇洒，早晨我问你的时候，你说车上只有七个人，说明他是逃票上来的。你干这种事情多久了？偷偷溜上来的。你放自己的亲戚上来蹭车多久了？他不是我亲戚。怎么不是？长得都一模一样。这流浪是在敲诈他是吗？我不知道。你知道他敲诈你的事情吗？所以他什么时候给你的那张纸条？你是什么时间收到的那张纸条呢？他为什么会随身携带一瓶毒药在身上呢？所以那个牛奶是谁摆在那儿呢？说明是我们当中有人知道真流浪会上这一辆车。好恐怖，真的细思极恐。有一个问题对你很不利啊。最了解这些东西有什么的是潇洒呀、啊、但是这个东西是放在公共区域的，谁都能开它，我怎么可能选择在这个透明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？很有可能凶手对监控视频做了手，所以我对他根本是没有杀人的动机。倒是有道理，你有关于杀他的明确的计划？当然，这么多年其实我也一直在找他夺走了我左手的那个人，我希望他死了。